我是梁鹤群。你的小孩要吃素食，你就让他吃吗？你知道那有多油多恐怖吗？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好东西，健康免油气炸锅，让你吃得安心又开心。看看这个烤漆，黑到发亮，多有质感。1500瓦，超大火力，业界最高，保护3年哦。SGS 认证，还送原厂食谱哦。今天我们的菜色有鸡屁股、盐酥鸡，还有盐烤虾，前前后后只要30分钟，帮你省下在厨房忙进忙出一整天。它内部的对流黄金比例空间，让食物可以受热均匀，而且当你把内锅拿起来的时候，整个容量瞬间变大了，直接丢入虾子，180度，4分钟，轻轻松松，盐烤虾完成。再倒入咸酥鸡，预热180度，5分钟，健康无负担，盐酥鸡完成。腌制过的鸡屁股丢下去就可以。鸡屁股200度，15分钟。各位观众，气炸鸡屁股完成，去油哦。闻到味道了没？很香，对不对？外酥内嫩，就跟在外面买的是一样的。看到没有，这么好吃的料理，你相信这是气炸锅做的吗？轻轻松松在家里面也可以做，而且小朋友一定会很喜欢。最重要的是，油都帮你留在外锅了，我们的肚子就可以再小一点了。真心为您推荐飞乐气炸锅。